我的世界中，睡眠被永远的移除了，没有人可以在床上睡着，每个人的眼睛都充满了红血丝，大壮甚至都疯了。视频开始之前，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哦。漫长的一天终于结束了，但是收获还是很多的，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的钻石。是的，没错。不过看这天色，月亮都升上来了耶。哦，对了，女孩们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穿着新买的睡衣睡觉啦。耶，太棒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啦。睡觉，睡觉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，不睡觉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。不不不，睡觉很重要，不睡觉会犯困一整天。我不这么认为。女孩们，我们去睡觉吧，不管他们两个啦，走走走。耶，睡觉睡觉。你们看，我还准备了一些蛋糕和饮料，睡觉前可以吃点夜宵。好啦，我们快点去换上新买的睡衣吧，我的睡衣就在这里。呜呼，看起来真不错，是我喜欢的紫色。我也去换睡衣。那我就先吃点夜宵咯。呜，土豆哎，是我喜欢吃的土豆。我也来了。好啦，我们可以准备睡觉了。 OK OK， 让我们一起睡觉吧，感觉有点困了。唉，让我们睡觉吧。晚安各位。哎，等等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不是在睡觉吗？ Oh my god， 我的眼睛怎么充满了红血丝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 Oh my god， 表妹，你的眼睛看起来也很好笑。我们不是来睡美容觉的吗？怎么会睡不着呢？这不应该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刚睡下就这样了。不知道露西睡觉了没有，她戴着眼罩应该是睡着了。呜，哇哦，露西的眼睛也是红血丝。哦，这太不科学了。嘿，你们怎么也没睡？看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没睡着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晚上可是有很多的怪物出现的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朋友们，去我家吧，我家里有一些药水，说不定可以让我们重新睡着。这是个好主意，让我们出发吧。不知不觉天都亮了。露西，你确定你的家里有药水吗？我很确定，我的箱子里确实有药水。好吧好吧，那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嗯，这不是铁柱的家吗？看样子他好像睡得很好，看来只有我们睡不着。走吧走吧，赶紧去找药水吧。让我去检查一下我的药水，我好困哦。来吧朋友们，我找到了药水，现在让我们实验一下，只要把药水打破就可以了。我的嘴巴怎么在吐泡泡？我怎么会这样？哦吼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哪里出问题了吗？我一直在吐泡泡。或许这只是副作用。是吗？不过我感觉我现在有点头晕。我不行了。我也不行了。我们怎么都躺下了，但是我们还是睡不着。难道我们药水中毒了？我们还是睡不着，或许这个药水确实没用。哇哦，我的嘴巴开始吐彩虹了。哇哦，有点好玩哎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嘴巴也在吐彩虹了。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还是想办法睡觉吧。表妹，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走，我们去找铁柱，凭什么他可以睡得那么香？冷静点，露西，我要让他做噩梦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哎，露西，冷静点，我们不可以这样。铁柱，你给我起床，别睡了。哎，等等，铁柱不在二楼，他好像在一楼。叮叮叮。铁柱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啊？小米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哇哦，你的眼睛怎么也充满了红血丝啊？我睡不着啊，我太困了。哈？那我们为什么听到了打呼噜的声音啊？我在催眠我自己啊，这样或许我就能睡着了。很明显这样没什么作用。
看来不是只有我们睡不着，铁柱竟然也睡不着。听着听着，或许我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才能睡着了。你们知道睡不着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吗？数羊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们可以选择数羊啊。大壮的家里有很多的羊，走，我们一起去大壮的家里。走吧，大家，我们去找大壮。很好，这里果然有很多的羊，大壮一定睡得很香。嗯？哦，那是大壮。睡觉，睡觉，我想睡觉。哦，大壮看起来很精神的样子，他在到处乱撞。哦，我的天，不对，他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。嘿，你们来了，让我放个烟花庆祝一下。啊，等等，大壮。他在放火，他是不是疯了呀？哦，我的天哪，大壮醒醒。我很清醒，我现在要去给我的羊修理毛发了。嘿，你别把剑对着我呀。疯了疯了，大壮他疯了。啊，你过来，我不是你的羊。我的羊，我的羊。大壮你冷静点，那是铁柱，你的羊在外面。我的羊，我的羊在哪里？我突然感觉好怪啊，我要去睡觉，我想睡觉。那你快睡吧，数数羊或许可以睡着。我先给我自己铺张床。嘿，那不是床，快走快走。啊！哦，疯了疯了，大壮疯了。